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59面，倒数第七行，倒数第七行，从当中看起，煞伤者，杀生致死，或者是伤害其身。这是杀伤两个字，这个现象到处我们都能看得见。昨天有同修把七月份的这个世界上啊发生的灾难列了个表给我看，七月份有170多件，从这个数目字上来看，今年3月只有40几件，5月、6月、7月，每个月增加了。没有想到7月份一个月所发现的，前面3个月加起来还超过。全球天灾人祸，这个地方是说，杀伤多半是指的人祸。看这个趋势，是每个月频率不断在上升，灾难呢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警觉。信息四面八方，各处传过来，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它？真正学佛人，确实像经里面所说的，第一就是要正信，有坚定的信心。学佛入佛门来，地藏大事是皈依。皈依是什么意思？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以往我们没有依靠，也不知道回头，真正是随心所欲，胡作妄为，有意无意造了许许多多的罪孽。现在我们明白，不仅是行为，即使是起心动念已经造业了。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
如同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。读这个六品经文啊，32到37品，我们似乎感觉到世尊是为我们现代人所讲的，世尊在3000年前就晓得今天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告诉我们要救自己，要救家人，要救这个社会，要救地球，最重要的要有真心啊，真心要有依靠啊，依靠谁？依靠佛菩萨。佛菩萨在哪里？佛菩萨在这一部经啊，这一部经就是我们今天的皈依处啊，我们认真来学习，依照经典的理论，方法来修正自己的心性不善的行为啊，真正做到端心正义我们才能够离开恐怖，离开忧虑，灾难现前不惊不怖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深信不疑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。啊，杀伤这个事情每个月都有，啊，吞啖念老在这里 举的是畜生啊，蛇能吞蛙，蛙吃蚯蚓，故曰地相吞啖呐，这个意思，现代人所说的弱肉强食，以为是应该的，不知道都在造罪业啊，蛇吞青蛙，我们问一问，蛇要不要偿命？因果定律的，欠命的还命，欠债的还钱。国报愁肠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这个都是欠命的还命的，在动物界里头，我们看到这个，想到这个欠命还命。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还不清呐、啊！以上诸句名杀生恶啊，这是第一个小段，世间众生都在造杀业，啊，下一段呢，恶业的殃罚，果报现前了，
不知为善，乃至不肯为善。到这是一小段，这一小段是这么进去：不知为善，后受殃法，故有穷奇、孤独、聋盲、喑哑、痴卧、亡债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就这一段经文啊，皆表造恶之过失。以广为不善呢、复杀害生命，这个世间越是福报大的，杀业就越重。啊，孤守穷奇啊，贫穷乞丐啊，逃犯都是孤独无父越孤，无子越独，这都是人间非常凄惨的事情啊！小孩没有父亲，年老没有儿子养活，所以说孤苦伶仃，伶仃啊！金星云：孤者无父母，独者无子女啊，老年没有人照顾啊，小时候没有父母照顾，这都非常凄惨，全都是业报啊！啊，聋耳不能听，盲呢眼睛看不见啊，音是哑巴，口不能言啊，喑哑，这个都是口不能言。痴是愚痴，痴呆啊，卧狠卧，我们常讲心狠手辣。啊，妄是弱，身体的衰弱，智力的衰弱，都是属于这一类。狂，我们今天讲神经不正常。上面所说的不信道德了，不肯为善了，这是把这些果报的因说出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普遍不相信道德，认为古圣先贤所说的伦理道德，那是古代那些帝王用这些手段呢欺骗人民。啊，达到他专制的目的。现在人这样的批评。啊，所以道德没有了。伦理没有了。善行没有了。
啊，那么现在人所崇尚的自由、民主，民主是什么？我自己当家，谁都不能管我，自由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伦理道德不能规范它了，完全抛弃了。父母师长不能管教他，因为他有自由，他有人权。啊，国家法律也不能规范他，他会钻法律的漏洞。真的，现实社会叫无法无天的。我们了解这些原因，就能够意识到，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。这个方法先前了，就老天来管了。虽然人不相信老天，老天降的这些央法，你可得要守啊！啊，那就今天所说的自然灾害，我们学佛的人懂得。决定没有所谓自然灾害，大自然是纯净纯善，大自然是无比的美好，自然怎么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呢？所以灾难是人为的，是人类不善的心行感召来的。这些灾难啊，就像经上呢常常给我们说的，现在我们把灾难找出来了，它的原因就是15个字，现在人所造的杀盗淫妄酒恶业，现在人心里所想的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恶因呢。现在人情绪所表现的是怨恨恼怒烦，总共15个字。社会混乱了，地球灾变一场啊，这是原因呢。对自己的疾病是烦恼，是忧虑，是畏惧，身心不安了。表现在外面，这心浮气躁，啊，应对在环境，那就是洪水。火山爆发，地球上温度上升，现在温度异常，啊，热的超过40度，啊，冷的比冬天还要寒冷，啊，零下20-30度，反常啊！这为什么反常？人心反常，
啊，《左传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气场在腰心。”啊，首先是人反常，然后是山河大地反常。正常的人是什么呢？仁义礼智信，这是正常的人。在佛法讲呢，是五戒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个人是正常的人。啊，古时候在祭祀大典里面一定要用酒。啊，这酒盛的是什么酒呢？玄酒。玄酒是什么？是干净的水。啊，礼是用这个。啊，所以古人称为水酒啊。啊，敬神的。啊，敬宾客的。人有德，有礼，这像个人。人要把五戒丢了，把五常丢了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丢掉了，这叫气场，肠道抛弃掉了，社会变成什么？妖形妖魔鬼怪全出来了，啊，人反常，妖魔鬼怪出现。啊，古人说的那个话，看看我们现前的社会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几千年前就说的那么清楚了。啊，今天社会出问题，许许多多至死人人都在着急。寻求化解的方法，那恢复正常的方法，我也遇到不少人。啊，我们很冷静。很细心去观察，今天的社会灾难，真正的源头只有一个，我们把祖宗的教诲疏忽了。不但是疏忽了，可以说遗弃了，把它丢掉了，不要它了。现在出事了，那要怎么解决？怎么挽回？还得乖乖的真正忏悔，把老祖宗东西请回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在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就把这个东西找回来，中国的社会就恢复到太平盛世。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只要把三规五戒十善找回来，
问题就解决了。几个人真正的觉悟，几个人真正回头啊？啊，几个人能够有诚意、有恭敬心？来对待古圣先王、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想想，早年在我们年轻的时代，亲近一位长者，表现出来的沉静比古人是比不上啊，比今人那要强得很多啊。我们的态度谦虚真诚恭敬啊，言语简洁，写的文字规规矩矩，一笔一画没有潦草的，啊，古时候的人看什么？看人心端正、诚实、恭敬，他看这个字写的好坏没有关系。一笔一画整整齐齐，这叫静。啊，我们诸位细细看印光老法师的字，他不是个书法家，你细心看他的字，他的字一笔一画很恭敬。这比书法家还可贵，不是？他真心流露，书法家是艺术品。哎，字虽然好看，但是用恭真诚恭敬的，那比不上印光法师。哎，印光法师字虽然不是很好看的，不是各书法家不是，可是他那个精神，书法家比不上。啊，从他文字里头看出他教别人沉浸，他自己做到了。啊，一笔一画绝不苟且。啊，我们在现在人当中，我每天人家写给我的东西很多，没有一个是一笔一画恭恭敬敬写来的。啊，古时候你要参加考试，那考试官你就看到你的卷子写的潦草啊，不看了，就不要你了。那他头一个是看这个，就看你有没有沉浸，没有沉浸，再好的文章也不去你。那为什么？你的才和的位行啊，你的德没有啊。取人第一个是取德，才是在第二。啊，你头一关就过不去了。
那现在人不写字，这没关系，像印光法师那样，一笔一画，整整齐齐，恭恭敬敬，那就是第一等。事出世间法，都从恭敬当中求得。没有恭敬心，你命里头有这个财啊，有富贵啊，但是你的富贵享不久。啊，命里头没有深厚的积德，往往一生都保不住。啊，享受几年，晚年身败名裂，那就福太薄了，不知道惜福啊。有佛的时候尽量去想，想完了就没有了，晚年可怜了。啊，世尊一生教人惜福，啊，他自己做个人看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决定不浪费。我们在经典上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心意，所受种种的殃罚，殃是祸，罚是罪也。都在我们身体上，都在我们心念上，这人活在世间多可怜多苦。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这种罪孽自作自受啊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接着下面举尊贵，啊，这个等等，如经上所说，岂有尊贵、豪富、贤明、长者、智勇、才达，从哪来的？借由叙事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啊，这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啊，表为善之德，迷行作恶之事，用善恶做两个对比。啊，我们看到印象就更深了。啊，尊贵豪富，这是世间富贵之人。贵是说在社会上有地位。啊，富是拥有财富。啊，这是世人心目当中所希望得到的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做大官发大财啊。啊，有时候不能兼得，贵而不富，富而不贵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富贵好像整合成一体了，
古时候不是这样的。啊，古时候贵一定是有德有才华。啊，不一定富有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名臣，啊，退休之后两袖清风，啊，过一般普通人的物质生活。很多啊，做官要做清官啊，不能贪图贿赂啊。啊，做官你的收入是有限的，国家给你的俸禄，你怎么可能发财？你发财了，财从哪来？肯定有问题。啊，古时候学而优则仕，这个仕就是做官了。啊，现在不是的。现在社会变了。中国古代社会把读书人排在第一位，士农工商，农民排在第二，工人排在第三，商人排在最后。商人在古时候社会拥有财富再多，亿万财富啊，在这个聚会里面，他的坐席是坐下面，啊，首席是这第一桌的时候，那读书人可能是个穷秀才，家里吃饭的问题。啊，社会崇尚道德，啊，不崇尚财富啊，所以他社会安定，啊，人民上不争。没有竞争啊，他社会安定。现在社会崇尚竞争啊，所以竞争上升就是斗争。我们常常听说有所谓权力斗争，争权夺利。啊，古人讲的是谦让，有学问，有道德，一生不做官，干什么呢？教学。世出世间圣人，都走这条路。教学的功德大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天下培养人才，这个功德多大啊！所以教学是做最伟大的事业啊，也是最自在、最快乐的事业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
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现在教学比古时候教学更快乐。为什么？古时候教学学生在眼前呢，现在用网络用电视，学生不在眼前。真正有缘的学生，真正有志，立志好学，希望这在这一生当中成圣成贤，成佛成菩萨，不必在身边面对面，不必用网络用电视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。古人也有少，所谓私塾弟子，在中国从孟子是第一个。孟子好学，仰慕孔子。孔子已经过世了，怎么办呢？孔子的著作在，他找到孔子的著作，读孔子的书，学孔子，有疑问呢，向孔子的学生请教。在那个时候，孔子的学生还有，他学得很成功啊。在中国和在后世称孔子为至圣先师，称孟子为亚圣，第二个圣人呢，而不是孔子当年在世那个72贤人，不是的，是孟子。换一句话说，孟子的成就超过72贤人。他开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开得好啊。我们找不到老师，找古人呐。学儒找孔子去。像孟子一样的好学，就能成功。学佛别找别人。找释迦牟尼佛，学净土找阿弥陀佛，找别人干什么？经典都在吗？你好好的去读吗？要有信心，一遍一遍的读，遍遍都有体会，你才能深入啊。什么时候你能够解经典里面的真实义，你妄念没有了。给诸位说，妄念没有了，就是你的业障消尽了，你的真心显露了，你用真心来度佛经，那就是真佛来给你说法，你才能入佛境界，你就成佛了。一般人听经读经为什么成不了佛？妄念太多了，意见太多了，你不是用沉浸心，你是用疑惑心。疑惑心怎么能解圣人的意思？其实圣人意思是什么？是自己自信真实意。圣人的经教是自信里流出来的。你现在不用妄心了，你用真心，真心就是自信，
啊，你用自信看自信里流出来的，哪有看不懂道理呢？你就全懂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佛是谁？佛是自己啊，不是别人啊。阿弥陀佛是自性觉，释迦牟尼佛是自性的清净慈悲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佛菩萨也不例外。佛法成为内学，人人平等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问题，这句话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看这讲的不都是的吗？心想善，你就得尊贵豪富，啊，贤明智勇，你就得这个。啊，心行不善，那你就得到的是盲聋喑哑。啊，贫穷孤独，就得这些果报啊。今天社会堕胎的风气非常盛行，他得什么果报？他就得的是孤独、贫穷、孤独，他得这个报啊！他将来投胎的时候到人道，父母双亡，为什么？你前世杀小孩啊，你得这个报啊！啊，到老的时候你没有儿女，没有人奉养你，世间人。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知道事实真相，这事情能做吗？缺德太甚了。现在社会，大家不要儿女啊，儿女是累赘，到将来自己老的时候，没有人奉养，老人怎么样呢？我们常常听到，老人院里头常常有老人自杀。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他生生世世要受这个果报啊！什么时候这个债能还清呢？全是自作自受。所以这一段讲的尊贵豪富，贤明智勇才达，乃人中贤智之士啊，圣人贤人，有聪明才智之士。但是这些人不一定有富贵啊，长者一兼二者，
尊贵也可以成长者，年岁大了啊，豪富也可以成长者，贤明才达都可以成为长者啊，但是在古时候一般是40以上，啊，才能够，别人才能够用这个尊敬的称呼你。啊，乃集才聚德者之通称，又为年长多才之称号。啊，世间富贵贤知之人，借由过去世中行此尽孝啊，修善积德所致。得把因说出来了啊，我们要想得到这个世间这个善果啊，尊贵豪富都是善果所有一切善行，它的根就是孝道佛法是四道，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观经佛所讲的净业三福，是一切佛法的大根大本。佛说得很清楚，这三条确确实实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诸佛的净业真因。任何菩萨修行成佛，都是以这个为根本。没有这个根本，他就不能成就啊！你说多重要啊？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；第二句，奉师师长；在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头一条啊。四句啊，孝亲摆在第一了，尊师摆在第二了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他的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去传教啊，去教学，只有传到中国这一支真正成功，所谓茁壮开花结果。为什么？中国自古以来讲孝道，讲求孝亲尊师，所以佛法遇到这样的缘，就好像植物遇到这么好的这块土壤，有利于它生长。
他在这里培植成功了，印度反而没有了。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都要深深去观察，去思维。然后知道孝亲尊师的重要性，不能不认真学习。没有真正孝亲尊师的心，孔孟来教你，佛菩萨来教你，你都学不会。怎么学也学不像，原因自己不能不知道。实在说，老师教导我们是缘，因是什么？因是自己本具的。中国圣贤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，那是因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因。本来是佛吗？那诸佛菩萨帮助我们什么呢？帮助我们去做佛。回归到本来是佛，你本来不是佛，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这真因呐！所以我们要懂得自爱，要懂得自重，自己本来是圣，本来是贤。本来是佛，本来是菩萨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于是就升起惭愧心、忏悔心，才真正回得了头来。回头就是。行此，行事是行为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什么是第一个标准？永恒的标准就是慈悲。所以古人论佛法，什么是佛？祖师大德们说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就是佛。慈悲是爱呀。方便是把这个爱怎么样表达出来，方是方法。用什么方法表达出来？以是最适合的方法，所以方法没有一定。最适合的方法，最善巧的方法，这叫方便呢。一片慈悲。清净的慈悲，平等的慈悲，真诚的慈悲，对
一切人。一切法这就是佛，世间这些富贵贤知之人，过去行此尽孝，修善积德，今天他在社会上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拥有这么多的财富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对他尊敬了。尊敬的什么？尊敬他过去生中行此尽孝，修善积德。可是这一生当中，他运气不好，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教导他，他迷了。他的慈孝心没有了。行善积德的愿呢，也淡化了。他不知道什么做法。所以有地位，有财富是福，福报。怎样运用他的地位，运用他的财富，那是智慧。所以这是世间法。佛不这样教导我们，佛要用这个方法教导我们，那佛应该做国王去，贵为天子事先做国王，或者事先做大夫长者像中国的范蠡，经商三聚三散，发了大财，然后把财通通救济平民，散光了，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，做几年又发了，发了之后有大布施，中国人供奉他为财神呢，有道理啊，跟佛经上讲的，越施越多那个发起来越发越快呀！对，第一次做生意，辛辛苦苦做了十年，现在了，马上就发掉了。第二次从小本生意再来，五年就发了。第三次的时候呢，两三年就发了，就越来越快。所以。用钱是智慧呀，有钱是福报，不会用的呢，造业，国报在三途有权有势不会用，也会造业。所以诸佛菩萨多半呢都是示现出家，真的一切放下了，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上书之因果不虚，那世间所见之事前面举穷奇乃至于王狂乃央法中之意见者
啊，这都是看的花苞，我们看到的。而未知受宗之后，其苦尤为深剧啊。啊，我今天早晨看到一份呢，这是有同修给我的一份资料，大概拿了好几天了，我今天才有时间翻来看过。是辽宁沈阳两位同修，内蒙赤峰啊有一位同修，这三个人到香港来看我，没有单独谈话，他写了这份东西给我，告诉我一桩事情。带来了一片光碟，啊，说的是中日战争，双方在战争当中死亡的这些将军、士兵，啊，还有平民，战役里头啊伤亡。很多，现在在阴间里，天天还在打仗，还没停下来。这个事情，我们能够体会到。在战争那个时代，战争结束好多年，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，哎，常常还做梦在逃难，还是打仗。那这是我们自己有的经验呢。啊，我也就是大概最近十几二十年没有做梦战争的时候了，以前有啊，刚学佛的时候都有啊。你说这印象多深刻，那么在战场上死亡的他就在打仗，死了鬼还在打仗，他们现在还在打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打得太久了，不想再打了，玩厌了，不想打了，想和平啊，想求超度。啊，罪业深重的都到地狱了，到地狱去了。啊，那就受刑罚啊，我们看了唐太宗的一个观点，不要去讨论这个观点的性质，是人是鬼，这个不要紧，我们不去理会这个，我们只注重他透的信息，他透的什么信息呢？做帝王造地狱业，还是要堕地狱受罪。我们只记这一句就行了，对我们就受用。不是说做了皇帝，啊，杀人就没罪啊。杀人要偿命啊，欠债要还钱呐、啊，做帝王也不能避免呐、啊。隋朝末年，社会动乱。啊，他劝他父亲起义。啊，平定了动乱。他父亲做了皇帝。我们在历史上
这个记载看得很清楚。他父亲实在讲没有一丝造反了，啊，就是他在鼓动的。啊，所以唐代确实是从他而来的。啊，他很聪明，武艺高强啊，16岁做将军啊，28岁做皇帝。他给我们透露信息，其实统一天下，那个时候讲天下了，不讲国家了，啊，统一天下，不必用战争做手段了，用文化可以。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。啊，他是用文化来统一天下，让我们马上就联想到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啊，有例子啊。啊，可惜他当时没想到啊。3800年前，我们现在说，3800年前，唐王。啊，陈汤那时候是诸侯国，都是小国，他的国只有70里，他的范围只有70里，70里而望天下。啊，当时天下有几百个诸侯国都听他的话。啊，他就变成了大一统的首领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国家治理得好，别人到那去了都欢喜，都向他学习。啊，没有用武力啊！啊，周文王也是小国，100里，方圆100里。我们看到历史上就800诸侯，啊，都服他了，尊称他为天子。啊，那个时候尊称天子不是他真正统一的政权，不是的。啊，是每一个诸侯国都听他的，啊，都服从他，他有德行。所以用文化的力量来统治啊。啊，国家不分大小，只要你做得好，每一个人都向你学习。这就不造地狱业。啊，用战争的手段。啊，是统一了。统一了，说老实话，还是命中所有的。你和平啊，不用这个手段，用另外一个手段可以做到。啊，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在隋朝是地方官员，像现在的一个省长。你能把这个省治理得好，大家都服从你，都听你的，你不就变成天子了？啊，所以他死了以后受这个罪，他才觉悟了，错了，造了地狱业，应该要受地狱罪。啊，中国在夏商周，啊，特别是陈汤跟周文王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用文化，
用道德，用仁义，而不用武力。陈汤600年了，周朝800年了，祖宗积德了，自己不忘祖宗的教训。能够成为天子，能够享国几百年，过去王老师告诉我，周家定的法非常完备。老师那时候告诉我，就周礼劝我这个书一定要看。我对于政治没兴趣。老师劝我很多次，我从来没看过。老师告诉我，如果周朝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遵守周礼去做，对不对？现在中国还是周朝，他说他这一部法典就等于是现在讲宪法了，治国的一套理念呢，在全世界首屈一指。在周公做的，为什么做得这么好？念念为人民着想，没有为自己着想。所以周公是孔夫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一个人。孔子确实想学周公啊，没那个福报，没有人肯用他。他自己坚持道德仁义礼这个规范，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政权。如果孔子那时候搞革命夺取个政权很容易，他的学生里头能干的人很多，决定不搞这个事情。你们国君肯用我，我替你做事；不肯用，就离开了。这是圣人。像佛家讲的这个戒律，不做过贼，不谤过主，不漏过税，不犯过制，坚持一定做到，这是圣贤。为国家，为民族，做最好的事情，不一定要执政。教育会做得更好，替国家培养人才，这是大德了。所以受宗之后啊，入其幽冥，这是罪报啊！无痛无烧啊，这无烧啊！无痛是我们世间的果报。无痛无烧是来世三途果报。即常云之冥途，冥是轨道啊，
明戒，总指三恶道。啊，别指鬼去与地狱。啊，如慧疏云，幽冥所谓冥途黄泉也。啊，果报在恶鬼地狱。啊，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当中，真正是迷惑颠倒，造这样的罪业。现代人为什么敢造？他不相信。实在是，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，他真不相信吗？未必然也。他什么心态呢？半信半疑。是干了，精神恍惚，心里也不安，是不是真有？万一真有怎么办？还是没有的最好吧。啊，这是现在人的心态啊。那要是说没有，哎，真的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，你没法子解释。啊，甚至于这些事情就发在他身边，他的亲朋好友，他能不相信吗？相信有没有证据？啊，不信他有这么一个现象。啊，到底是有是没有，总是打好多问号在那里。啊，可是死了之后，这个谜语就解开了。怎么解开了？他来附体，来找超度了，来求超度了。啊，这些事情几乎在全世界我们都遇到啊。啊，我遇到很多。我曾经问他，问这个附体的这些灵鬼，我说你们来找我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找别人？他说了一句话很妙，他说因为你相信。他来找我，哦，是因为我信，他来找我。我要不信呢，他找我没用了。为什么不给他超度？啊，我相信，所以来找我，我就给你列个牌位。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。啊，我这里没有特别法会，啊，就是讲经念佛，啊，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。三恶道的业因一定要知道，啊，佛讲得很清楚。总的原因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叫五毒啊。啊，贪心过鬼道，那鬼是贪呐。人要是贪婪，跟鬼就特别有缘。他感应啊，愚痴是畜生，愚痴是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利害，他分不清楚。
他看到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后头有大害。如果人有聪明智慧的人，看到眼前小利，后头有大害，这小利都不干，不要了。他看得清楚。成慧地狱道的爷爷。人一定要学到慈悲，慈悲要学到谦虚，要能够忍让，这是修善积德了。处处跟别人争，果报在三途，你就是争道了，你能享受几天？唐太宗这个好例子，他的尊贵是争来的，是拼命争过来的，也不过享受23年。他只做了23年皇帝，傲慢，跟怀疑，三恶道通通都有，恶鬼畜生地狱通通都有。佛给我们讲的，这是五毒啊。这一品经很长，把这五毒讲得很详细。杀盗淫妄酒里头，每一条里头都具足五毒。应该有高度的警觉。这几句总指三恶道，下面转生受生，改行易道，这是讲轮回。一个人如果不能往生，那这就是六道里头的真实状况。这个地方有举例子，会俗曰：托人身，受鬼畜生等身，故云转生受身。四身转变，云改行。六道生死，云一道。四身胎暖石化。例如蛇麻雀身，这畜生道，这一生是麻雀，麻雀死了，他还在畜生道，但是他现在是狗身，到狗那儿投胎了，这改行，麻雀身改成狗身，
再从人道转为畜生道，这一道啊，众生轮回于六道之中啊，这些事情，我早年在美国，有个同学送了一份资料给我看。是完全是外国人搞的说人有很多人前世是从畜生道转过来的，说明六道里头舍身受身这个事情不是假的。杀业重的人，他投胎变成小动物，云飞软度像我们常常看到在水面上走的小虫，我们叫浮游。浮游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，叫朝生暮死。甚至于每一天生死很多次，叫万死万生。佛经上讲的生死疲劳，这些现象在我们面前表什么法呢？告诉我们，生死无常，生死之苦啊，它永远迷，它不会觉悟。忙着生死，没有机会听经念佛。佛菩萨来度都度不了，业障习气太重啊。六道除佛菩萨之外，阿罗汉很清楚。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放下了。六道里面的时空维次突破了，他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他超越六道了。那现代的科学家有一些也向这个方向提出研究，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肯定会从物质转变到精神。现在科学是以物质为对象，
将来会转移到今生。啊，会发现精神跟物质是一桩事情，而且永远分不开呀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的麻烦，偏重物质，忽略精神，相信物质，不相信精神。那今天出的这些问题，他们不能够解决。啊，新的一批科学家，他们不排斥精神，知道精神会影响物质现象。啊，这些研究的成果，如果被普遍的肯定，对于化解灾难、恢复正常秩序啊，肯定有很大的帮助。经上讲的泥泥就是地狱，云飞是飞虫，蠕动是爬虫。啊，小的飞虫，小的爬虫。这个都是寿命非常短暂的，啊，展现出不善业的果报啊，让我们亲眼看见。时间再短，在他来说，他是一世啊。他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他受报的。佛说的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人生酬业。”这小动物啊，是酬偿他业报的。下面的经文是比喻，譬如世间牢狱，居苦极险，用这个来做比喻。啊，家乡俗语，譬如王法，这隐玉矿，报亲在前。重苦在后啊！啊，像法律制裁一样，先审判，啊，判你徒刑，有期有无期的。啊，最严重的判死刑。死刑没有执行之前，所以绝了手铐啊，让你行动不自由。这是经上讲的五通啊，啊，到最后宣判死刑的时候，这是最痛苦的时候，果报。啊，以这个来做比喻，先现报，后入地狱，这些事情，我们稍微冷静，
头脑冷静，细心观察，全在眼前。啊，造罪孽深重的人，你首先看到他精神失常，他造作罪业，啊，身体呈现着病痛，这叫五痛啊。啊，对应在我们身上。死了以后，地狱去了。啊，地狱变相土。姜老师画得不错啊。啊，他完全是以道家日历宝钞作为底本画出来的。啊，有一些同学看过，告诉我这个画画得很文明啊，真正地狱比这个可怕十倍都不止啊。我们相信啊，而且地狱天天在增加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它不是定法啊，古时候没有原子弹了，现在原子弹也在地狱。那个爆发的时候，人整个变成灰了，在地狱受这个刑罚。那个灰慢慢聚集起来，又变成人形，再一次爆炸，又变成灰了。到什么时候才完了呢？没完没了。谁受这种地狱刑罚？制造原子弹的人，去发射原子弹的人，你这样杀人呢？你将来自己受这个苦啊！所以现在的这个地狱很多新点。从前没有的，现在都有啊！啊，我们听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原理原则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很多新的地狱，还有生物化学、杀人的，你得受这个果报。啊，古时候这生物研究的时候没有找这些动物天天杀它了，你天天在做实验，你要不要受这个果报？你杀青蛙，你杀老鼠，没有一样不受果报的呀。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。那么我们生病怎么办？如何治疗？如果你真正信佛，你相信
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只要相信这一句就行了。我们的疾病是不善念头生的，是从贪嗔痴慢疑生的。我今天把贪嗔痴慢疑都断掉，病能不能好？肯定能好。为什么？你每个细胞恢复正常，正常就是最健康。这不是迷信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真正相信，信，让我们过去想到从前农村，我们小时候，民国初年，乡下人治病，求佛菩萨，香炉里头包一点香灰，回来吃了，病果然好了。那是这个香灰治好的吗？现在我们不是。信心，真诚心，信心把病治好了。香灰不过是个影子而已，不是没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再好的医药，如果你对它不相信，你吃下去不管用。为什么？没信，对它有怀疑。所以佛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了，都从信心里头出生的。病治好是功德了。离开了信心，一法不能建立。是法佛法全都建立在坚强的信心基础上。众生造的业报，决定是你先看到现报、现实报，然后你看到他的果报、三途。故曰即现。即性是三途果报，其意味坐卧受报，先受现世轻报，现世轻报就是灾难，天灾人祸，你遭受这些死难，这是花报，这是现世报。死了以后，身后啊佛受众报，如王法中惩治罪犯，先治狱中，先把你关到监牢狱去，给你戴上手镣脚铐，你就受到苦了，这是比喻现世的苦报，最后呢，处以极刑，断其生命。古时候斩首。这个比喻，地狱，地狱之苦啊，如火焚身也。道家相信有地狱，佛教也讲到地狱。其他的宗教虽然没有说六道，都说地狱。伊斯兰教有天堂，有地狱。
而且地狱呢，我们细心去看别的宗教，它也是一片火海。啊，大致上啊都相同，一片火海啊，如火焚身。又死后堕入三途，啊，这个三途，泥泥就是地狱，禽兽，云飞软动之类，这是畜生道，啊，地狱有苦。故曰即行，三恶道里头，地狱道最苦，地狱非常的复杂，浑身明镜，见汗意，啊，位移作为浑身金湿。啊，无量寿经超越有云，第六识名浑身，第八识曰金识，金持命经即第八阿赖耶识，乃去后来先做主人者，故曰命经呐。阿赖耶世俗人称作灵魂，啊，佛家称为阿赖耶。啊，八个识里头，他最后一个，他第八。啊，也称为本识。为什么？前面其实是从他升起的，他是根本。啊，古德又称他为明镜，此第八识相，啊，第八识，相思相续。真的是相思相续啊，这是他的现象，他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个一念啊，一弹指，他已经生灭320兆次，要晓得每一次都是独立的，于前于后都不相干，但是他的麻烦事情他相续相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又生，永远不断啊！到什么时候它断了呢？成佛就断了啊！佛法说它是无实无明。无始无明就是阿赖耶，啊，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所说的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识，啊，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并不知道，
我们都听佛说的。谁看到他起心动念，在经上常讲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看到他起心动念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接着这个地方讲。